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3月12号星期一的《活力加油站》，我是 Desmond 在下午好，欢迎收看3月12号星期一的《活力加油站》，我是 Desmond 郑卫耀。那全新的星期一，你有什么计划呢？那么个人本身呢，就比较喜欢选择星期一来执行一些我所定下的一些计划的，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星期一是非常懒的一天，因为你要再面对这个残酷的工作天。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设下了一些目标的话，那么整个星期你可能会过得比较充实的。那么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活力加油站呢，将会带你们探讨什么课题呢？那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课题，每一个人都有的，那就是头发。那么其实现在时下年轻人也非常喜欢染发，对不对？很多人对这个染发呢，其实有很多疑问，有些人就会觉得染发的这个材质是否会影响人体的健康，或者对你的头发有什么损害呢？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染发的话，没有两天那就掉了脱落这个颜色，那是不是很浪费呢？所以今天活力加油站呢，
啊，大家一起来看荧幕，是一个横字，王字边作为他的部首，然后右手呢是一个行走的行，总共有十个笔画。那这个字呢，在古代它是指这个我们佩戴的玉佩。那这个玉呢是怎么说呢，它就是它的形状像古代的磬，一种敲打的乐器磬，它是有一点扁有一点弧形的。那么在战国秦汉时期呢，人们喜欢佩戴这个玉佩，而且不是佩戴一个，是一组。那你在这个横玉的下方呢，吊了很多小小的不同形状的玉佩，像玉璜、玉璧、玉衡等等。那有点像你想象一下啊，比如说 Swarovski、 Pandora 这些，他们的项链手链不是有勾了很多那个不同的银饰吗，就是这样子，可以是横条状的，也可以是垂直状的。那这个字呢，因为是形容这个玉器嘛，所以呢它后来常见的词组呢就有比如说白衡，白色的玉石，又或者说葱衡，亮白光洁的玉器，又或者说是衡佩、衡璜，来形容各种不同类型的玉石等等的。那比较少见呢是这个玉衡，应该是比较少见的这个词呢，应该是衡服啊，是指古代啊，在那个官位在大夫以上的这个人的服饰叫衡服。那这个衡服呢，现在呢则是泛指哈贵官的服饰。那所以我们说这个衡字很漂亮，很多人呢也用在他的名字上，人的名字上。比方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档节目，就是中国的最强大脑，一个科学竞技节目哈，他有一位选手叫王玉衡，那就是呢他眼睛虽然是受损了视力，但是他在这个微观前叫做一个什么项目，微观变水的项目中啊，就脱颖而出，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每个人叫他水哥，他其实是名叫王玉衡。那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雨衡这位女创作人，她是本地的歌手啊，也是创作人，现在呢是在台湾发展她的歌唱事业，已经嫁到台湾去了哈。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每日一字了哈。那接下来直接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染发。染发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随着心情改变头发的颜色，配合服饰和妆容，可以充分地凸显出自己的个性，提升个人魅力。不同的颜色可以给人不同的感觉，选对颜色绝对可以让自己走在时尚的尖端。只是染发时最害怕的莫过于伤害头皮和发质，不断的漂染或者是使用一些不合格的染发剂，随时会让这三千烦恼丝从柔顺的秀发变成毛躁的扫帚头，更甚者可能直到顶上无毛时才后悔莫及。到底怎么样染发才不会伤害发质，染坏头发又可以怎么样补救呢？今天活力加油站就请来美发大师，教你如何摆脱烦恼，魅力时尚从头开始。是的，我觉得认同了一个就是一个人的头发的颜色呢，它其实呢可以影响整个人的这个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个气色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美发创业总监 Kevin 老师到现场来。 Kevin 老师您好。大家好。 Kevin 老师您好。那要请 Kevin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染发，然后现在这么多年来到了现在流行趋势是什么呢？
在今年2018年里面，我们流行的是比较粉色的系列的一个颜色，在这个春夏里面会比较推出一个粉色系列，就是因为这一个产品公司呢，他们就是以发型师想要给他们的客户要有一些什么颜色，然后他就是研究了六个颜色里面可以变成很多不同的粉色系列出来。其实因为粉色系列就好像我们吃的那个 macaron 类似这样的颜色，对不对？类似这样子的颜色，就好像比如说它一个红，但是它有很深的红，是，然后它可以变成很浅的红、中红、粉红，然后比较桃红什么吧吧吧吧，所以它的那个浅深的变化呢，可能就是比较更好的把那个颜色带出来，对，就是不会像以前这样死死的颜色，就是比如说以你的肤色，可能你的肤色不可以哇大红，对，然后但是你又想要红，但是我又想要比较不那么大红的颜色，那我们可以把它加了一些东西，让它变成比较浅红或者棕色的红色，所以意思是说它是可以更好的凸显我们头发的线条，凸显头发的线条而配衬你的肤色。那么比如说好像因为其实我知道就是染发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嘛，对不对？对对对，比如说有一些是线条感的，有一些是整个头都是的，那会不会2018年的流行的是怎样？2018年呢，就是因为出了这个颜色最新的发色的话，它就是要让我们的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线条感。 OK， 就很多现在我看到很年轻的很喜欢是涂鸦式。对，就是喷啊或者画创意式，所以这个颜色就是要带给但是消费者他们有这一个的感觉、然后就我们可以在你的头发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感，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线条感那种东西出来。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颜色，你的前面就是这个粉色系列，对，它就有八种，里面其实你看有三种颜色是一样的，就1、2、3这三个是一样的，同一点的，对，就是第一个是它的底色，是 OK， 然后它可以把加了这个粉色剂，它就会变成第二个颜色，淡一点，然后再变成第三个颜色，再淡一点。所以它就可以玩也很多，然后这些每一个都是可以再加，它都可以再变。所以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还是对，比如说比如说好像 Desmond 你说我染这个红色，哎呦我 carry 不到了，对，但是我要染这样子的可以吗？可以啊，那我们就来加这个，然后再变。所以这个是底色来的，是属于底色，也可以把它染成这个色出来。但是我这个颜色里面，我们可以变很多不同的颜色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粉化剂它其实很厉害的特色，就是在于它可以提高那个，它不会说好像染度，因为比如说有些你漂。它会把颜色拉掉它，对，但是它不会拉掉你的颜色，它会保持那颜色，它只是把你的颜色变成粉色，然后变蒙去。可是它出来的那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对不对？对，它会提高三度了。所以它主要是达到一个中和的作用，综合作用，它要提高它三度上来，让它颜色变成比较浅一点。我看起来其实也是比较生动的，有没有？是，不像死死的那种颜色。对，那颜色是不会像以前的那些颜色会比较死的感觉，它会比较有柔顺感，然后比较柔一点，然后有线条感和萌萌的感觉。所以意思我们可以相互搭配，就是对，你可以相互搭配。比如说这个三个颜色，我可以做同一个系列吗？可以放在同一个人的头发上。然后这个三个颜色，我可以放在同一个发型上。是，所以它就不需要特别一条条条条，不需要。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不黑了，以前的那个年代。老师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那个颜色吗？其实从第一个，那其实是比较第一个里面看，它里面是被好像比如说第一个颜色里面它是有巧克力，然后有带 copper， 然后有带亚麻色。它有三个色素在里面的，已经是。然后第二个呢，它就是有红、有亚麻、有紫，它都是每一个系列里面都有三个颜色在里面。所以它三个颜色里面，说它变化，我们在加了那个 pressifier 的时候，它拉浅三度，所以每一个颜色它拉浅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很萌的颜色。明白了。如果它是原本的颜色，它都已经是萌色了。就是雾光色。所以叫雾光色的。是这个有点浪漫感。红。对。它是以那个复古以前呢，它概念也是有点以前的复古红。和现代的潮流红、时尚红，那它把它综合起来，是，
那说到综合，我们来讲一下有关的这个色彩混合了。对，有关色彩混合，我知道你有就是底色五啦，底色八类似这样。这样类似混合起来会是讲？底色五和底色八就是我们原本的颜色。比如说现在我的头发是底色七，到八，然后我把这个颜色放下去，我需要混合再加这个pacifier 水分剂是吗？如果是不需要的话，它直接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然后如果说好像 Desmond 老师的，他你的头发是好像比较底色是三和五四，那我可能是说，哎，我要这样亮的颜色，那我可能我要加一对四。哦，这很专业，真的是专业的。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的这些发型师啊，他们不只是发型师，而他们是一个美术家。对，就你要就是怎么混合那个颜色，可能现在变出来呢，有关的颜色比较生动。刚刚我们图片也看到，其实那个颜色，你看，互相的混合呢，造成浅深呢，那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不，完全不一样。是，所以是根据那个人的皮肤来搭配。是。然后比如说，好像因为我的皮肤搭配了，那我也要知道你头发现在的底色是什么颜色。然后我们放的数量是要怎么样去加，怎么样去配哈，把它变成那个颜色出来。老师，比如说底色六和七混合起来是怎样的一个颜色？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六的颜色的话，如果放起来的话，如果我放这个颜色，六它可以其实可以直接达到这个颜色。哦，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图片上，对，完全就是，哎，你看它三个颜色，对，完全有一点不一样的，对对对，但是同一个颜色哦。对，同一个色系，同一个色系 ，OK。比如说这个色系里面它是有带紫的，是 OK， 它是带紫的，是。但是这六的程度，它出来是什么？然后七的程度是什么？八的程度出来，它变出来是不一样的颜色。然后比如说我是一加一是变成什么？一加二变成什么？一加三变成什么？那如果底色五呢？我看一下，又是。比如说这些好像底色比较像五。底色五就是比较深的颜色，深的颜色。但是你比如说你底色五，你要挑成这个颜色的话，就是我要靠这支 pacifier 来把它拉浅三度。所以是它的量多少来调？你不觉得那个底色是什么多少？其实无所谓，最重要的是 pacifier 这一个东西，那个粉化剂是最重要的。对，那我这粉化剂，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染头发，它好处是在哪里？我想 OK， 比如粉化剂的话，比如说很多人说我漂了，我要比如说我漂了一个头发，我来染这个颜色，是可以的，但是它颜色会不会比较快脱？但是粉化剂很苍白，对，这粉化剂它就不会让你的颜色那么快脱，明白？因为它不是漂白。所以它是把你的颜色比较减少，它不是把你的颜色的色素粉化掉它，变成蒙去。哎，我觉得它的这个好处非常多，你知道为什么吗？除了就是不会伤害你的头发，然后你可以选择自己比较适合自己肤色的颜色，而且更持久。对，这个非常的好。老师，我很想问一下，刚刚老师有提到比如说不同的颜色可能会代表不同的，比如说奢华的，奢华感，对，然后可能魅力的这样的，现在流行的是怎样？比如说现在这个系列出来的话，比如说以复古红的方式来推出这个系列的颜色，所以我会觉得它会带一点比较性感和时尚的。就比如年轻的人的话，你可能会比较我会做一个很时尚的红，时尚的粉红。然后比如我是要走性感路线的，我可以做一个比较性感的红或者是 copper 的颜色来带出我的性感。是，所以比如说深胭脂红是比较奢华感，比较性感一点，对，比较成熟一点。粉胭脂红比较时尚一点，时尚年轻化一点。我们好像有一些图片来看一下的，有关的那个深啊，对，你看。完全的感觉不一样了，对，是很有魅力，这个真的是很有魅力，是很漂亮，看得出那个头发的线条根根分明，因为它这一个头发里面已经有是四个颜色在里面，对，你看它可能拨一拨那个头发，看到不同的这个颜色，对，这样的颜色阿丽婷适合吗？可以啊。怎么样的肤色都可以。这个肤色里面，比如说它带粉红的时候，你苍白也好，或者是因为它这粉红里面，它有里面有褐色，有桃红色，还有 copper 颜色，其实是在混合的肤色里面都可以再做这个颜色。那老师，比如说我们刚刚一次提到，就是不同的肤色，就是染不同的颜色。这个其实我最懊恼的，每一次其实去见这个发型师的话，我都不懂要什么颜色。我们可能来分析一下，一般上你给一些建议，不同肤色的人。比如说白皙的比较白的人、我会建议是比较多带一点红色素的颜色在里面，因为原本比较苍白的话，但你肤色是没有红色，没有红润的感觉的。是，当你染有点带红的颜色的话，它就会当灯光太阳照的时候，会把那个红色打在你的脸上，那么看到粉润的感觉。这样更美。对，黄色呢？黄色我会就比较棕色。
比较棕色，也可以带一点红的颜色也是可以。我们亚洲人的皮肤都是偏黄色，偏黄和偏小黄脸色。是，就那个棕色可以提亮我们。对，如果你很怕你自己成为黄脸婆，你就可以就选择棕啊棕带棕色，然后带一点点的，好像把它变红色这样子。OK， 那小麦鸡呢？小麦是，可是我是特别建议是任何的颜色都可以尝试，都可以的。对 ，OK。偏黑的，因为我觉得偏黑很难。偏黑很难，因为偏黑我们是要把它染亮一点。但是你有些人是不可以太亮，如果太亮的话就会感觉到，对对对，就太夸张。我们是比较想要在中间的颜色，比如说是一些亚麻色，或者是一个深浅棕色，这些东西都会把它肤色拉亮一点。因为你会发觉到有些人的头发是黑色的话，会看到人很凶。对对对，很硬那个线条。很硬，会很硬，看到人很凶，整个人就是很凶。所以我会觉得它拉浅一点点。如果比如说你的底色是五色，我把它拉成六度、七度，拉浅。一点点的颜色下放下去，那会看到整个人柔和一点，没那么凶。那么其实很多人就是染色呢，可能也会造成许多的这些头皮的伤害。我们立刻来看一下，就一般上一些面对的一些头皮的问题。常见的头皮问题：一、头皮油脂失衡。健康的头皮应该是不油也不干，呈现出恰到好处的滋润，因此头皮油脂的平衡状况是皮肤健康的晴雨表。当头皮油脂分泌过少，或者是头皮角质层被破坏时，头皮的保水能力就会减弱，头皮干就会导致脱屑、很痒等状况。头皮痒时，人们就会去捉，症状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容易留下伤口，造成感染。皮脂腺分泌旺盛或是失调，都会导致头皮出油。二、头皮屑。头皮屑是脱皮新陈代谢的产物，是头皮角质化的过程。表皮从基层形成细胞，并增殖分裂，向上层逐渐推移，细胞也渐渐形成角蛋白。干燥的死亡细胞呈现鳞状或是薄片状而自动脱落，俗称头皮屑。脂溢性皮炎、头癣、干癣、异位性皮炎是造成病理性头屑的几种主要原因，还有洗发水使用不当、饮酒过多、经常食用刺激性食物、睡眠不足、疲劳、季节转换、内分泌不正常等都是导致头皮屑的因素。三、脱发。头发在生长和脱落都有其周期，进入静止期后就会自然脱落，所以一天掉发几十根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每天掉发超过100根，那么就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病理性的脱发。除了遗传因素，药物或者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取不足也会导致脱发。喜欢束发的女性经常在同一个位置上梳发，可能会导致牵引性脱发。由于长期拉紧头发，导致发际线逐渐上移，头发逐渐脱落。欢迎回来。那我们说染发最好是上美发院去咨询美发师的意见，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不适合染头发的哦。我们要问一问Kevin 老师，其实有哪一些人是在染发上是一个禁忌嘞？就是头皮会比较敏感的人，或者是头皮上有一些伤口的人，我们是都会建议他当天就是染头发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会导致说你会很痛，或者是会好像刺激到你的头皮，所以我是不建议这个东西。所以我不是建议是说每在你要染发前的时候哦，最好是给我们的发型师专业人员是帮你去 check 一下你的头皮，有什么问题，然后看一下询问一下你需要染需要前面做一些什么来保护到你头皮，才来染这个头发。那老师，女孩子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孕妇可以不可以染发？其实孕妇我是不建议是染头发的啦。但是在我曾经在 Google 试过一个医生曾经讲，我是孕妇是可以染头发的。但是现在的染发技已经进步了很多，是可以染头发，但是我们还是要一健康的问题来去设定可不可以染这一个头发。那老师，我想问一下，一般上如果一个人他是比较敏感的，那可能就是染发有很多的牌子，对，那可能他可以不可以事先做一些测试的呢？对，如果比如说你在家里的话，你是要想自己去染头发的话，买了那些染发剂，但是这个我不建议了，不建议的这一个做法。但是如果你真正是要用这个方法，你要试试的话，你就要先把染发膏放在你的手
的这个手背这边，这是手的皮肤，皮肤这边，或者你这耳后这个地方，这是比较敏感的地方，比较薄的地方，那你就会看到有什么状况，红肿啊，或者是会开始刺刺啊，那就你是当天你就不要再用了，就不要用这个产品。那么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位这个非常漂亮的模特儿在这里，对，这个就是用刚刚老师解释的，所讲的对那个颜色，我可以看到它好像真的是不同的。颜色在里面，这个一个系列，对它这个里面是有跟你总共有三个颜色在里面，然后我是用的一些不同的技巧的方法来去把它染出来，因为现在也不像以前传统的方法，可能是要染一些就来挑啊，看得很明显的线条啊，直直实实的，那现在是有很多的工具，因为我是用这个工具。然后用这个哨，这个好像彩色盘，这个彩好像彩色盘，对，这个好像不是在家里油漆这样子，是，这其实是染发用的。所以我是比如说我放三个颜色在这个地方，我这样涂，我就在我会用这一个把，贴在头发上，我就这样油下去。所以它就有点像老师讲涂鸦什么的方式，它就有涂鸦式的感觉。那你就不要怪了啊！有些人就是自己染发的话，你会就会觉得为什么你的头发染得这样美，我买的染得像安迪这样。你看人家就用不同的技巧，有很多不同的技巧，然后也有这一个东西棉。这是什么？棉的，你看里面很多线条。然后我把三个颜色放下去，我也可以染成一条条。好像盖章这样。对对，就是穿上去。就是之前不是很流行啊？比如说油漆在这个墙上，还有看到有 3D 的感觉。的感觉。这个。对，就是这样的类似。哦，也用在对染发上。就是比如说，我是做一个base，然后我现在我用三个颜色，我再来去穿。直接这样子拉。对，就是在他头发上拉。OK， 特别的奔放。他就做出不同的，所以有很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工具来去达到很自然，然后又很美。对，老实说，比如说，好像如果一个发型师跟我说，哎 ，Desmond， 你头发要染三个颜色，我也很怕的，因为我会很怕像阿炳染啦。可是你看它多么的漂亮，完全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工具对了，那个染发剂也要对，对，就刚刚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可能去发院那边做的嘛。对。如果在家里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应该是怎样？其实我是不建议在家里自己染头发了，就首先我今天有就说了，因为你不知道不了解自己的头皮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受伤，什么东西，你没有询问过专业的一个发型师给的意见或是什么东西，然后一样东西就是说，好像你染了之后，你一定会得不到你看的那个效果。是因为然后你再去发廊去询问的时候，再最重复做的是，可能你要发挥的时间又更多了，可能头发会更坏，对不对？对，因为你之前已经破坏掉了，对，已经破坏掉了。那老师，我们来讲一下，比如说类似这样的我们软的这个颜色，是不是也是应该要给它卷卷，这样才凸显出来的线条？不对，它直也可以，卷也可以，对呀、啊。那老师，其实染发的步骤有哪些啊？染发步骤里面好像，比如我会建议我客户里面在染发前，我们会加一个头皮的护的啊，就是不是护理，保护就是保护它，一个保护膜这样子的，就是让你的头皮舒缓。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很热的，我们头皮是很热的，所以我们需要舒缓回我们头皮，然后保护你的一层，我们才来开始染头发。这个我尝试在家里染头发，是，那其实它就没有这个保护层。对，它一般上呢，就是可能你染的头发，它就给你另外一支好像那个 conditioner 这样，给它滑一点而已。现在很流行那种泡沫式的，好像洗头发把它洗上去的那种，其实那一种我也是很不建议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其实会导致你头发也很干。为什么会有泡沫？泡沫再加一定会有很多的 chemical 的东西在里面，它才会把你的头发染上。的颜色，其实我是很不建议这个东西。所以它第一个坏处是头发会很干燥，对 ，OK， 然后也会伤到你的头皮，因为 chemical 多是比较特别多。这样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哎，它会造成这个掉发问题，所以你不要再去做任何的一个投诉，就是，然后没有你自己伤害了自己头发，然后还要去这个法院那边花两倍的时间，两倍的金钱，是，那还要掉发，还要头发干，风险太大了，对。那染发后的这个效果呢，又是怎样？你是在家里边，家里染发后的效果，通常就刚才所讲的几个，就干啦、掉发或是什么。维持可以多久呢？在家里自己染发的话是吗？我也是差不多跟我们专业的是差不多一样的维持的方法，但只是说有一样甜片就是你得不到你要的效果。对呀，可能会变颜色。对，对对对对，你后天你洗两下就完全不一样了。对，而且其实老师，我们的这个头发的颜色啊，染了之后还会受其他环境中的一些影响，对不对？比如说染一个头发里面大概3到4个月呢，它颜色会慢慢蜕变的，是因为
太阳啊、紫外线啊、任何东西或者洗啊洗那啊我们的冲水的方法是啊，都会让它的颜色会褪掉的，那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在染发前、染发后的两天，你不可以跑，就是不要出钱跑去游泳啊，一个星期里面就跑去游泳啦，或者是洗一些比较好像去油的洗发水啦，那你颜色会掉得更快。然后或者你是用长期一直用很烧的水在洗头发的，也会颜色也会掉得特别快。就是那个温水的温度也会影响，因为它会一直把我们头发的毛囊去打开。它打开的话，它颜色的流失就会来得比较快。所以我建议是在家里的话，你可以用的是用冷水。冷水洗头，冷水洗头，其实你会发觉到冷水洗头是吧，很舒服的。哦，也就是说，老师，你的建议就是染发过后大概两天内最好不要洗头，两天后尽量不要用太烧的水来洗头。如果你是不习惯用冷水的话，那你就用温水，低过30吧。那老师，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你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在2018年最流行的颜色，就刚才有那8种嘛，对不对？出来的效果，可能一个头发里面有3种不同的颜色，对，可以就是凸显出不同的这个条纹。那如果是因为每次可能我染了一个非常时髦、非常好看的头发，可是我不晓得我应该穿什么的。那比如说，比如他是今天我帮这个模特儿做的话，你看我把他穿的是比较浅系列的东西，都是比较粉。是水粉，但是头发也是粉嘛，它这里是粉很浅，但是我就可以透出它整个身上面的东西，就没有跟发色抢。但是你看它鞋上也是粉，比较浅的颜色，整个系列里面都是带浅的。所以我们说就是那个打扮，就是发色和服饰都是也可以配搭。比如说你回家的话，你开你的衣柜，哎，我的衣橱都是粉的。比较浅色、白色的多的系列，或者是有点黑色的都 OK 的，所以你会看到，哎，我当染这个颜色，我回去跟我发型说，我家里的服饰是，的颜色是大多数服装都是这样子的颜色，那我适合什么颜色，而我服饰是该放什么颜色，那发型师会建议，哦，你工作上喜欢穿这样子的颜色，那你的服饰，我觉得我配搭什么颜色上去，哎，这样很好，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怎样，你懂吗？头发是头发，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去染什么，染了之后就发现在衣柜里面衣服全部是不适合的，那我要。曾经买过，对，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啊！所以要事先跟发型师沟通，那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发型师都知道要怎么去配搭服装，然后你的服饰是该怎么配搭的颜色。是。好，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看看有哪些活动。稍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如果你染发染坏了头发，可以怎么补救？稍见。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染了头发之后呢，可能那个效果持久不能持久啊？可能说刚刚老师有提到啦，我们洗头发啦，用的这个护肤的产品啊，类似这样。对，或者说去游泳。对，那么其实我想问，我染发之后要做什么护理呢？OK， 我再重复多一遍，就是说我们染发前和后最好是前面两天不要洗头。是。染发后两天不要洗头，又不要洗头，因为前面两天不洗头是因为我需要它的头皮自然的油分和头发的自然的那些油的保护，其实是最好的。因为很多人说，我不洗头去染头发好像很脏脏这样子，但是其实那一个东西是最好的，它会保护你的头发和保护你的头皮。难怪理发师上那个染发剂之前都不洗头，我们都不洗头，因为我们的自然保护层那个是最好的。然后染发后的两天呢，不洗头发就是要保持那颜色，不要那么快的脱色，脱掉那颜色，因为头发开了毛囊开了是要48个小时里面它才会整个修复回来。
所以48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可以怎么做？48小时，我们就要保护我们外盆的颜色的话，我们就要靠产品来保护了。我们一般上这些锁色的产品是讲的，有里边有什么？标签上有柠檬酸酶和水解蛋白。就其实这些东西比较深奥的，可能是一些消费者不懂要怎么去看。对，最简单看的就是 pH 4.5。哎，对，会有些在 pH 4.5，因为 pH 4.5里面呢，它会有帮我们的头发锁水、锁颜色。哦，所以各位朋友，不只是保护脸啊，洗脸的时候要锁水，头发也是要锁水的。头发对男生来说很重要。是，所以用了这些护肤产品，它的发丝就可以更加强，除了颜色增强颜色和坚，把我们的发质是吧，比较坚固一点。可是老师，你桌面上这么多不同的成分，就好像你看这么多。OK， 比如说有现在有些人流行染那些很灰色，对，很浅很浅的，那它都是要漂嘛。对。但是颜色是不是很快就脱了？对。脱了之后它是不是奶黄色？这样子感觉很丑，好像头发坏掉的感觉。但是我就需要它用这个了。这是喷的。不是洗发液。洗发液哦。但是它是紫色的。这个是给它有水分吗？不是，它是去掉它那个那些肮肮脏脏的黄色，然后把它头发变成比较好看的颜色出来，更鲜艳一点。是的点。然后它这个就是我们就要靠这个 pH 4.5，它也是有 pH 4.5。我知道它是什么，它是 polish 来的。可以这样说，是 polish， 对，它去掉黄色啊，头发的 polish。对，那个普通啊，像刚才我帮模特染的颜色的话，那我需要的是这一系列的，它也是 pH 4.5，它会补水和锁色。洗完头的时候用这洗发水，然后之后就洗完水了，洗发水我们就喷这个，不需要洗掉的，不需要洗掉的，是 leave-in 的，喷了在头发上，然后它就直接吹，它就保护你的颜色，因为热风会影响到我们的颜色，所以它就是保护啊，抗热，对，然后它有一个是水状和一个膏状的，然后这个是发膜，在家里可以自己做一下发膜。也是 mask， 对，明白。这头发的 mask 是要洗掉的，对不对？对，要洗掉，大概是8到10分钟擦上去，然后就洗掉就好。Okay. 但是这个 mask 就很特别，通常是洗了头发才来做 mask 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你还没洗头先擦 mask。然后再洗头，再洗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这个东西是嘛，它是不需要有任何的那种残留的东西，它会自动把你的头发打开，把你残留的东西拉开，把它的东西跑进去。它就是不需要洗头先的。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用这么多这产品，不会更伤害头发吗？不会。有些人觉得负担很重。这个就是要让你的头发保护锁水和保护你的头发的。为什么这些都是很安全被使用的啊？对。安全被使用，你可以每天用都没关系。我还看到有两个小的白色，那又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护发的。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流行漂头发，然后这漂头发前面可能有些发型师没有做了个好的功夫，被它所以这个叫 fiber pad 是说把你的头发粘掉的头发。完全没有弹性，一拉就断的，它就把你锁回去。让你头发很适合用，对，它就不会把你的头发就会锁回去，让它不会容易断。明白。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类似在家里面会做一些护发的一些工作了哈，我是否也是要去这个发廊里边进行一些treatment 呢？最好最好最好，因为大发廊和在你家里做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在发廊，我会建议你们一个月里面可以去，比如说你头发是很伤害很严重的破坏，那你一个月大概要2次。如果要不然是螺纹的话，你一个月最少都一定要1次。也是要建议用这个冷水，因为刚刚老师提到不要用这个。对，做任何treatment都是要用冷水，因为你再把头发打进去的护理已经进去你头发第三层了，那你再用烧水就冲掉它，就再流回出来了。热的水是会把它冲掉，因为热水它是会把它抽回出来。比如说，好像你现在是做一个护理，他放了一个那个那个 mask 下去，然后放了一个 microwave 的那些蒸汽下去，烘的，它是前面是烘热风，它会让你的头发打开，它伸进去，到最后的时候它有一个冷风，它是酷到你的头发冷风，那你再去冲热水的话，再冲掉再开掉，它就再流出来了。我本来以为那个冷风是避免烫到理发师的手，它就好像我们就是去做这个脸部护理哦。对。所以说你做脸部护理，你在家里也是会做 mask 啊，对不对？但是你去好，你是每个月都会去美容院那边再做的一个 facial， 一样的道理，头发也是啊。你在家里做发膜，你也是到发廊那边再做一个深层的护理。那老师，有时候我们担心说吹风机那个热风太热会影响吗？
其实所以刚才说这一个是很重要的，抗热，抗热，对，它是可以抗热。老师，我也想问一下，我怎么知道我的头发就是坏掉了？被人染坏掉了。哦，通常你头发染坏掉了，你回家你要洗到时候你吹干的头发，你摸一下，永远吹不干的，是不是？吹不干，它也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手摸一下是沙沙，就是树枝的感觉。然后或者你会看到发尾有点开叉白点，这些通常你觉得就烂了，或者你就要把白点修掉它啦，或者是你做一些护理来保护，来保护。修掉就是剪掉是吗？对。然后就是断裂、分叉，还有打结，对，这是几个原因。长头发蛮常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其实看起来就脱色那种，然后他就说他头发用一个小时要去打干它，我也吓到一跳。那么其实因为就染坏了，是不能干的。比如说他漂白过的头发，它就特别难吹干的。是，那比如说它已经变成这样了，你们会怎样去处理它？我会用这个护理来先帮它处理掉它。如果它不舍得剪掉的话，因为我先要把它的头发全部拯救回，把它强硬回，把它补回所有的连锁，是，然后才来去拯救。如果他是说没关系，我要是剪掉，就是把它剪掉。老师，你的这个护发剂是因为它有蛋白发膜，对，它是蛋白，对，有头发的蛋白这种东西。那比如说我要选择一些产品的话，比如说我们笼统来说，是不是我要选择一些比较可以补水的，还是怎样的产品？是的，护发的话，我通常会建议有补水的会吧，因为其实我们人体也是靠水分来维持的，是头发也是差不多有70%-80%都是靠水分的，是，所以我们头发一流失水分的话，其实是很大也很严重的，不够水分的话，它会导致干。那也会导致你要做任何的东西都是做不到的，甚至下一次。对，但是你要想一下，我们每次在环境下是吗？所有的东西都是会吸掉我们的水分。对，冷气啊。所以我水分是最重要的。就好像皮肤这样，如果我们就是不够水分的话，你可能就是看到皱纹啊、分类似这样有裂痕啊，还是什么的。是。头发也一样哦，没有想到，因为我每一天洗头发啊。头皮也是，就是不一样的。是，所以老师就是染发过后每一天洗发是无所谓，但是每一个月要护发一两次。其实染发后他是习惯性是每一天洗发的人，我是真的是没办法，但是我是建议是各一天洗发是最好的。然后因为你长期这样子一直每天是洗的话，你的头毛来说开关，你不像男生头短头发你可以每天洗 OK， 因为你会很快就修掉它。是，但是你长发的话，你是每天就在开关，你觉得很累吗？那头发，对，它会很累，颜色也跑得快，你的水分也跑得快，你原本的头发的里面的那些蛋白也跑得快，流失很快。那么观众朋友们，可能你会就是很疑惑，到底要去哪里买类似产品啊，类似讲的。所以如果你看我们今天的活力加油站呢，不用去了，因为我们将会送出这些产品给你们的。是，老师，我们会送出就是我们会送出两位的染发，可以到我们蒙顺的 ID 里面旺达妈 branch 边染这一系列的颜色，对，哇，两份这个染发，然后还有一份的洗发液，所有保护的，保护的啊。那老师，你会发问什么问题来考一考他们呢？我会发问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大家染发前后多少天不可以洗头发？刚才有说到这个很明显嘞，所以呢，如果你们知道答案的话呢，就把你们答案写下，附上你们的姓名啊、联络方式啊、身份证号码还有地址等等的，寄到我们的 livingdelight@adv.com.my， 那么就有机会赢取我们这份大奖啦。那老师来到最后就是给一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小建议了哈，比如说他染发之后要做些什么，除了刚刚我们讲的那些，要注意些什么？通常我染的话，都头发的话，刚才我所讲的要注意都是差不多讲完了。但是我是会觉得染发的时候注意的东西，就是比较很少人忽略的，都是回去就是当天就是这洗头发，就是洗头。对，这个是要害两天后，对不对？对，一定要两天后，听到没有？很厉害耶你！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Kevin老师，很厉害，给我们很多这个护发的知识哈。是。那其实啊，不只是这些护发的产品，吃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头发的。稍回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吃些什么对这个护发特别的好。大家好，我是严俊威，我是 MoiFit Kota Kemuning 的防身术教练。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在原地的状况中，脖子被掐要如何逃脱。
往往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许多受害者会将双手放在脖子上与对方对抗，这样其实没有帮助，反而无法呼吸而晕去。今天的防身术会用到的部位会是手部与膝盖以及手掌的部位。在对方掐着脖子的时刻，首先要将一个手稳稳地抓住对方的手，在这个时候将它扯下，同一刹那间把手掌用力地扎入对方的下巴，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顺着将你的右手抓住对方的脖子，将它脱下来，以你的膝盖用力地踢入下体，这是因为下体是非常脆弱的部分。在被踢入的那一刹那间，你能够将它顺着力把它带下地上，然后在那一时刻就可以马上离开了。对于那些比较熟练又有信心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会建议你在砸入下巴的那一刻，顺着扣着颈项，把膝盖攻击入下体，然后顺着他的身体把他带下地上的时候，别马上离开，而是将你的身体的重量把他的手往上推，这样将会让他的手关节致上非常大的杀伤力。脖子被掐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所以我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在家多加练习，好让在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能够充分地保护得到自己。欢迎继续收看活力加油站。很多人说其实你吃什么进你的肚子里面，那么你身体就会有什么的反应，所以呢，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头发的话呢，其实我们要选择好的食材，好的食材就包括一些丰富的蛋白的食材。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营养师，我们的 Esther 老师到现场。 Esther 你好。好，你好。今天讲头发就我们的头发 90% 是蛋白质，所以今天呢我们用很多蛋白质的食物，然后呢还有我们头发呢是因为要需要的是脂肪酸，所以呢有几个很好的食材呢是特别多脂肪酸的。哪一些呢？比如说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三样。我们可以看到有金鲳鱼，就是tuna。tuna里面有很多不饱和的脂肪酸，是它对我们的皮肤头发，尤其是我们头发需要的是那一种油脂啊，它可以，刚才那位老师有说它会保护我们的那个头发，所以呢你需要的是脂肪酸。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不饱和脂肪就包括了椰油也算吗？那个是饱和，这个是不饱和。OK 饱和和不饱和也不同的。对，然后这里有鸡蛋就是蛋白质了，对，蛋白质很高。所以为什么分开呢？因为我需要的蛋白的那个蛋黄呢是跟那一个牛油果一起粘着，所以在这一道食材呢是没有用到 mayonnaise 的。就不用怕肥，然后不用太多糖，没有糖分，是，所以呢这个是特别是给它粘在一起，给它有一种口感。然后就是牛油果了，牛油果呢可以找一点比较熟的，比较熟是比较软的，然后你就是你可以按上去呢，它已经很是这蛮熟了，蛮熟的，就是，所以呢这因为它要变成一个浆糊状的，所以呢你太硬的话呢你压不好压。我可以看到这里有调味料，来介绍一下，这些全部是调味料。这个是灯笼椒，灯笼椒黄色，你可以用青色也可以用红色，但是我用黄色是因为我还有其他颜色，是，然后洋葱少，辣椒少，如果你喜欢吃辣的可以放多一点，是，还可以放 black pepper。 这个是它的香菜，香菜，然后这个就是盐和胡椒。还有最重要的这个就是面卷，面卷的，喜欢吃面卷的用面卷，喜欢吃面包的用面包。然后呢应该怎么做？好，然后我们就第一件事就打开，切牛油果，就切一半。怎么切呢？就对半这样切咯。OK， 对半这样切哈，然后就给它转一转。果然是很容易，就是这样。然后你怎么样打开这个？就给它转。
OK， 好，好吗？很好，好很大声的你们。我没见过，每次都弄得很麻烦。然后呢，就直接，因为它很软的嘛，挖出来，给它挖出来。哦，用汤匙就可以了。自己玩吧。OK， 好，我来。你可以直接，你可以开那个。我不敢开了，老师要考你啊，老师，好吗？还 OK 吗？其实呢，如果你是一个人吃的话呢，一颗已经很好了。如果你好两个人就做两份，如果你吃少的话呢，就切多一个。好好好，我切，我来试看，就是这样了。在我切的同时，让老师准备其他的。好的，哎，我就这样子，对吗？对吧？转一个圈，转一个圈，这个很容易的。OK， 再 okay, okay, 再来转一个圈，不美了，不美了。好了，好 ，OK OK， 好了。哦，哎，它自己开了，自动开了。来，这个小心了。啊，耶，我成功了。好，好的，很好。拿不出来，直接放进去。反正你就放那边。OK， 好。好，我们就放在，然后就蛋黄，对不对？因为要跟它打成糊糊的，是 OK。然后呢，直接就所有蛋黄就丢进去，好，真弄烂的，直接 OK， 来，这个弄烂我可以来，可以啊，嗯，因为接下来比较难的让你了哈，好像没有什么难题了，嗯，就看你要吃多少蛋黄，我就会放够了，老师会放很多吗？会很多，哦，是啊，所以我们一般像你的就分量可能是两颗蛋黄，一粒牛油果就一粒。蛋一粒蛋，一粒蛋呢？里面的蛋黄就分两边。老师是因为怕胆固醇吗？不是，是因为呢，如果你太过多蛋的话，你整个就会很蛋的味道，很重蛋的味道。抢完了那个牛油果，其他的味道。对了，所以呢，你要给它均匀，然后就放一点杜纳。吞纳 ，OK， 就直接给他捞。陈丽婷，你不用怕他会痛，不怕的，你可以大力一点，可以少两个，然后不均匀。对，这个呢，就给它蛋白呢，直接切成丁，就是丁状的小颗状。其实呢，是给它口感好一点。哦 ，OK， 就不会只是好像吃糊糊的，是，对，一团面团呢。对 ，OK， 好，就放你的吞纳进去 ，OK。就看你喜欢吃啊，嘟纳是一块块的，还是要已经黏黏的？对。那么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些料理呢，可能就是有些人就是我们补充这个蛋白质啊，对不对？他可能就吃鸡蛋，可能就会很闷。那老师就加了其他的这些调味料啊，做成另外一种的这个食材的话，可能你就不会这么厌倦了，对不对？是，而且老师常说，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啊，最好是有不同的颜色。那今天就有五六种颜色。今天呢有四种，OK， 看起来很漂亮。这个也可以来做这个。早餐、午餐啊，然后下午茶也 OK 是吧？也可以。其实很简单，因为只需要在前一天备好这些食材哈，早上包一包就可以了，带到办公室来做便当也可以。其实，好了。哇，好香！我嗅到那个胡椒粉的味道。算好了吗？均匀一点，美吗？也是，均匀一点，不均匀。OK， 这个有一个严格的导师在这里。OK， 这样混合就算可以了吗？就可以了吗？就可以了，就可以直接包了。那老师，我们这个皮啊，直接买回来就可以包了吗 ？OK， 如果你是新鲜的话，刚刚开的话，你就不需要给它煮或者是给它空，它因为里面已经很软了。如果你是买了回来，然后吃不完就放在冰箱里呢，你拿出来你还是要给它烘一烘或者蒸一蒸它，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干的，所以你包的时候它很快裂。所以你必须的话，其实不需要加油的，你只是给它烤一烤，放在你的 pan 上面，然后就烤一烤，不然的话呢，就给它蒸。蒸大概一两分钟已经很好了，明白？那给它软了，然后它包呢就很容易包上去。来，我们就来，到你。然后这个怎么包？来，我帮，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你们这两个，OK， 就放在中间，放在中间，好像包果饼这样嘛。啊，是哦。哦。如果你喜欢吃多的话，你就放多一点咯。OK， 然后就放中间。OK， 怎么样呢？来，这怎么卷呢？可以，你可以这样剪，或者是你可以。旁边卷，旁边，然后给它美一点。哇，这个真好大一包。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薄饼了，很美耶。就这样子是。那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要做有关的这道料理的话，我们立刻来看一下有关的这个食材。
哎，是的，很快老师就做了两个。是。哎，老师就说，其实如果我也不喜欢吃这些面卷还是什么的，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你就是拿回刚才的皮，回上去，就是这样。哎，这个也可以做摆盘呢。哎，这个完全是五星级的一个做法。对，喜欢放什么？小朋友一定很喜欢。是。那老师，如果我们想要，因为刚才我知道那牛油果它比较味道比较没有很浓嘛，那我重口味一点的话，我可以加除了 mayonnaise 之外，可以加什么酱料？芝麻酱。芝麻酱 ，OK。芝麻对，可乌发哈。对，芝麻酱也很好。橄榄油。里面已经有橄榄油了哈，因为在肚腩里面已经放了橄榄油。对，老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看到你的这份便当，便当嘛，对不对？然后它还有放一个，我准备了 yogurt， 这个是希腊的 yogurt， Greek yogurt， Greek yogurt 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件事呢，它里面的有含有的 B5， 就是维生素 B5 哦，可以帮助你防止掉发。哎，老师，我听说就是有些人呢也很喜欢用那个 yogurt 来护发。对，也可以，就不用吃，直接打在头发上吗？其实呢，因为它里面哈，你看它里面有蛋白质，它可以锁那个头发的水分，然后呢，它里面还有的呢，就是有它有脂肪，有脂肪在 yogurt 嘛，有脂肪，然后呢，它可以保护你那一层发尾呀，尤其是很容易开叉故障，然后你不是有时候染发很干的，对，你可以用它。那要放多久？放多久？大概15到20分钟。有时候呢，我会加一点点蜂蜜进去。哇，头发这么漂亮啊！发亮，因为它可以保护，因为它里面有酵素嘛，它可以保护你的头发，所以有时候呢，就是用yogurt， 用honey就是蜂蜜。也可以做 master。我们的皮肤，可以看得出来，有关的这个油膏也非常的好的。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要保护你的头发的话啊，你可能不妨也可以试一下做这一个便当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是。那么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探讨，就是网上借贷啊，会不会是骗局呢？很多人都很有疑惑。明天我们请专家来跟我们解答。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拜拜。拜拜。Just.